坐天星小轮去湾仔，因为我选的日料在湾仔那边。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，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，也许一生太短，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，仍然沉重待我整理，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，道别不可错过，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我们这回地方又湿又黏又闷又热，是完全没有了，店铺也都关掉了，跟鬼城似的。再见了，背向你，未投多少伤悲，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。阻止了我吃东西的，我是放松我自己，才能花天酒地。终于到吃饭了，放下去，再选几个人吃。还是你，如重温往日游记。我太饿了，师傅刚捏好第一个，我就直接拿来吃了。我们就一直在边点边吃。好 ，OK。现在就是到了曾经人挤人的时代广场，红楼湾。比不了以前的十分之一，真的太夸张了，而且店铺关了超多，以前这里全是人，真的以前这里是人挤人的。不知道啊，非常哦，为什么这种要排队啊？我表示不屑，蛮好看的，但是这个会踩雷吗？这个招牌看着是有点雷，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。拗啊拗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吧。我不知道，以为去了哪个非法按摩的地方。OK， 那个头餐呢？虽然看着很可怕，恐怖溜秋的，但是它味道呢很正。现在要打车回酒店了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太过，当初我一次行为对你犯下败错，原木色调，从此买无用饰品，你慢慢心淡，觉得我对感情认真，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小朋友，小朋友又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。原来宠物友好是这么友好法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他这里会贴这个已经清理。这边是一个小的吧台，下面有冰柜、咖啡机。我的 room tour 被嫌弃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房间，房间这样，反正进来这边就有个吧台嘛。然后呢，这边是洗手间，淋浴还不错，灯光也很好。然后进到房间这边呢，床也很大，这种在香港就特别难得。反正我住过那种比较贵的，都是那种小鸟味，它挺干净的。我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拿这台相机。啊，值得一说的是，
他们的充电头就是过来都不用带转换器，直接可以插，这真的很方便，就这种双头的都可以直接插，三头的也可以，就它这些插口就真的很方便，就带转换器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。藏了一个小玄机，它这个可以翻起来就是一个化妆镜，然后就化妆品放这边，而且这边打光，然后白天因为现在天黑嘛，白天这里拉起来光线就会非常好。来穿上这个弹性。喂，你有毒吗？它这个镜子在这，是不是我明天不化一个妆都对不起这个镜子？我今天都没有化妆。我觉得果然是晚上会比较适合我。好久没有看到这种小摊。今天真的超级累，我路一走多就容易腰酸。刚口太渴了，去拿了个维他奶。我真的超爱维他奶，各种口味。好喝。都不好意思太大声说话，这样就觉得站起站起来，我就在找了个缝隙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地方坐，点了个吃的越南河粉，这是给我点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什么凉粉，什么什么椰汁什么冰，其实没有多好吃，就是远不如上过的牛肉粉，没按上过牛肉粉条的水准来要求，就它作为一份来说是 OK 的。好累啊，要走了。